是吧？嗯，你给整那我去吧。桃酥呀？嗯，自己喜欢吃呀。哎，那好吧。对了，老板，子期还给你买了两条烟呢。是不是？昨天晚上子期下班晚了，就没送来。跟子期说一声，以后别给我买烟。这我可说了不算。爸，你想呀，你对子期都这么好，那子期肯定也对你好了。还是给子期说一声吧。哎呀，我说了不算。怎么不算？现在是子期当家，你们都听子期的。没有吧？怎么没有？就说前几天准备买新大门吧。我说爸，咱买新大门吧。你说买啥新大门？买啥新大门啊？修一下不就行了吗？叫节省一点。我说我都真厉害。是呀，子期说买个新大门吧，你是这么说的。嗯，买新大门也行。我说你修一下吧，你又说修什么修，修啥修，也该换了。我真是这着说的。是呀。哎呀，我就不急。所以说我现在说啥也没用啊。你以为你能瞒过去？啥意思？一句话，自己还是听你的。爸，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事呢，你歇着啊，我先出去了。等一会儿。怎么了？自己不是给我买两条烟吗？是呀。搁那。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，等会儿啊。哎呀，爸，怎么了？没有事，你先出去吧。是不是想藏起来呀？你妈知道肯定会说我呀。那放柜子里不就行了？也中。爸，怎么了？还是不中啊。为啥不中呀？经常开柜子呀，还是放别地方吧。爸，还是别藏了，我妈知道了也没事嘛，这是子期给你买的。那不中啊，你妈会生气。这应该都中。还可以。哎呀，你先出去吧。没事的。还得换个地方。你们都看着我干啥？恰好了。恰好了。搁哪了？啥搁哪了？我都没有抢。我都知道了。多啊。嗯，你跟你妈说。没有呀。那你妈咋知道？抢了。我是不会说。你等一会儿，这是啥？你搁那找的？你有那么多话题吗？一直都是藏到柜子里头。藏柜子里头好找呀。有，可别瞒着我啊。不瞒着你。妈，我爸一直担心你生气嘛。瞒着才生气，好像是我对你不好。好，你对我好好。这还差不多。刚才我还去给子期买的桃酥呀。又是桃酥，你都不会买别的好吃的。子期喜欢吃桃酥呀。你爸都是人准精神，都不会变。桃酥不好吃？好吃呀。我也觉着好吃。爸，和你商量一件事了。啥事？子期和我说了好多次了，以后子期下班回来买点菜就行了，你不用去买菜。哎呀，你这不明白。啥意思啊？我去买菜，你妈给我零花钱呀。当然呀，这也不是可重要。关键是，我能出去走走看看，这多好啊。哦。我搁家也没有事呀。那好吧。自己我买那烟搁哪？不知道呀。是不是你妈拿走？不知道。这事都交给你啊。啥事啊？我生气啊。别生气嘛，我去和我妈说。这都对了。